You know, most times I like to just keep it simple. You know what I'm saying? Shit. All right, let's get it.好，我们现在把那个车子包完了，是吧？你衣服跟你超好笑的。我们到五泉站，我们现在要去饭店。我们进房间了，我们到我们的今天入住的酒店。我们的车，好，我是 Wilson。我们现在到饭店，车子放好，鞋都拿出来，然后安全帽我们暂时也找一个地方放了。然后我看一下 Jordan， 哎 ，Jordan 你在干嘛？哦，大家好，我是 Jordan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我们今天呢，现在来到台中，然后给他了。哇塞，我的那一压车。So you smile and clear up your mind. 我们现在在刷费。你不要再装酷了，你又在装酷。酷 boy。吃早餐啦，早餐啦，你狗。爆掉，完了。火车站，还没到，我累。